同学们好，这节课我们继续介绍男性生殖系统。我们讲男性的附属腺体和外生殖器。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精囊，也叫精囊腺。要给大家介绍几个，首先要清楚它的形态，它的位置，它的功能。下面我们看一下挂图，大家看上图。上图这个画面啊，是从后方看膀胱、前列腺以及精囊，啊，从后方来观察。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膀胱，那么朝向后方的这一部分呢，叫膀胱底，啊，底的后方，我们看这是一个管道，这是输精管的末端。那么它的外侧，这个长椭圆形的腺体叫精囊，也叫精囊腺。所以从形态上我们看呢，是长椭圆形的囊状器官。这个剖开以后，里边都是腔，啊，所以形状上我们看呀，膀胱底。然后有一个输精管的末端，外侧这个是精囊，这侧也是输精管末端，下方应该是谁呢？这个粒子形的结构应该叫前列腺，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。如果从膀胱的侧面来观察，我们看到这个是膀胱的侧壁，下方是前列腺、盆底肌肉，贯穿的是尿道。我们从这个图上看，精囊腺在哪儿呢？精囊腺输精管的末端，然后是精囊腺，它们合成了射精管，开口于尿道的后壁，啊，后壁。所以我们从形态上看呢，是长椭圆，囊状器官，啊，长椭圆形的囊状器官。下面看位置，如何描述它的位置呢？我们说这一部分叫膀胱底，那么这个腺体一定在膀胱底的后方，这个叫膀胱底，也在膀胱底的后方，所以从位置上大家记住，它是底的后方。底的后方。功能有什么功能呢？这个腺体啊，它能够分泌淡黄色的粘稠的液体。这个液体啊，参与了精液的组成，啊，所以精囊大家了解这么三个方面啊，三个方面。第二个，我们说一下附属腺体前列腺，这个我们作为一个重点。前列腺大家掌握，也要了解它的形态、它的位置和比邻。位置和比例。第三个，我们要知道前列腺实质内啊有哪些管道穿过它。第四个，还要了解前列腺可以分为多少个叶。第五，要知道它的功能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看。
首先大家看这个图，前列腺的形状啊，它是粒子形，底朝上，尖儿朝下啊，尖儿朝下。那么那个尖儿下方正好是盆底的肌肉啊，盆底的肌肉啊。所以前列腺的形态重点要记住后方，看这个有一个纵形的浅沟，叫前列腺沟，后方有前列腺沟。这个沟大家注明一下，前列腺肿大的时候这个沟就消失了啊，一定要记住这个特点啊，前列腺肿大时此沟消失啊，此沟消失。所以我们把前列腺给它放大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膀胱，膀胱底底部的这个腺体，方才我们已经讲了，叫精囊腺啊，精囊腺。那么底的下方，这个才是前列腺。前列腺再往下是盆底的肌肉，盆底肌肉，然后呢形成一个尿道，穿过盆底肌肉到海绵体啊，这是膀胱的内壁。注意这个内壁啊都是有隆起的，只有膀胱底是光滑的。过去我们讲过膀胱三角，它的特点就是内膜光滑无皱壁啊，无皱壁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位置应该如何描述呢？可以说在膀胱与尿生殖格之间，或者说膀胱底的下方啊，膀胱底的下方。所以位置啊，我们可以说是膀胱底下方啊，下方。比邻关系大家记住，前列腺的后方是一个肠管，直肠啊，直肠。所以后方啊与直肠的前壁紧贴啊，紧贴。所以从比邻上要知道后方邻直肠，这样在临床上我们就可以做肛门直诊。大家说肛门直诊怎么做呢？啊，比如患者排尿困难，是否是前列腺肥大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肛门直诊。肛门直诊大家看触摸哪个部位的结构呢？通过直肠的前壁能摸到前列腺，摸谁啊？前列腺沟。如果前列腺沟消失了，说明前列腺肥大不？肥大，而符合这个临床的表现，患者排尿困难啊，排尿困难。所以前列腺肿大时此沟消失，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要记住。这是我们提到的位置和比邻。第三个大家要知道，前列腺实质内有哪些管道通过啊，哪些管道通过，我们再通过几个图看一下。比如这是膀胱底，前列腺从正面我们看一下，膀胱的内壁，然后贯穿前列腺的这个就是尿道了，膀胱内壁啊，这是尿道内口。下边呢，这是盆底的肌肉了，盆底肌肉啊。那么这块呢还有什么结构呢？我们画一下，这块有一个腺体叫尿道球腺，
在盆底肌里边，然后通过导管开口于尿道海绵体部，啊，这是。我们再看一下尿道前列腺部，这一段叫尿道前列腺部。尿道的后壁有一个纵形的隆起，叫尿道脊。在脊的中间膨大部位的下方有两个小孔，啊，这是两个小孔，这两个小孔就是射精管的开口，啊，射精管的开口。另外在后壁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的开口，是前列腺本身排泄管的开口，啊，排泄管。换一个图我们再看一下，水平断下前列腺，我们看到前列腺中部有尿道贯穿，就是这个尿道啊，贯穿尿道。另外呢，我们看到呢，后方和精囊腺汇合有一个小管道，这个，就是我们说的射精管。射精管它是一对儿啊，这侧也有，也有输精管末端，也有精囊腺，所以前列腺里边的管道除了尿道以外，还有射精管，还有前列腺本身的排泄管，啊，排泄管。所以实质内有哪些管道呢？大家记住三部分内容：第一，有尿道穿过；第二，射精管，一对儿；第三，前列腺的排泄管。实质内有这么三种管道通过，啊，三种管道通过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图大家看到的就是射精管，一侧的射精管开口于尿道的后壁。我们再看一下前列腺可以分成几个叶呢？从前列腺水平面上我们看，后方是前列腺沟，啊，前列腺沟。那么中间呢有尿道，尿道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分叶，前方这块有一个叶，叫前列腺的前叶。后方前列腺的中叶，再向后前列腺的后叶。两侧呢有前列腺的侧叶，前列腺一共几个叶啊？我们标一下，有前叶、中叶、后叶和两个侧叶，分成五个叶啊，五个叶。最后我们说一下前列腺的功能。前列腺的功能，它也是分泌一个液体，分泌的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分泌浓白色的碱性液体。这个液体也参与精液的组成，啊，参与精液的组成。这是我们提到了两个附属腺体。第三个问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性的外生殖器。外生殖器，首先介绍一下阴茎，啊，阴茎。阴茎大家了解这么几个方面，首先要知道它的位置，它可以分为几部分呢？它的功能，它有哪些海绵体，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
先看一下阴茎的位置，啊，阴茎位置，我们把盆腔做一个丝状切面，耻骨联合，这是腹前壁，啊，腹前壁，阴茎呢正好是在耻骨联合下方，啊，悬吊在耻骨联合的下方，啊，这是从位置上来看。如果把阴茎游离下来，大家看到的阴茎，它包括这么几部分。哪几部分呢？前方叫阴茎头，中间叫阴茎体，末端这两个叫阴茎角。中间露出来的这是尿道球，啊，尿道球。那我们说这两个角浮着在什么部位呢？我们从另一个方向，我们再看一下。看到的这个角，从腹侧面我们来看，阴茎头两侧的角那么到哪儿去了？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骨盆闭孔，闭孔。那么这个就是耻骨支和坐骨支，啊，这两个角浮着在骨盆下方的这个耻骨弓上，啊，耻骨弓上。那么形成了几个海绵体呢？我们已经看到了，这个游离下来的这个海绵体叫尿道海绵体。后边这两个成对的并排的这两个叫阴茎海绵体。啊，这个就是阴茎海绵体的角，左右都有，这个就叫尿道球，啊，尿道球，啊，这是它的分布情况，分布，外形是分为头、体、角，啊，海绵体的分布呢，分为两种海绵体：阴茎海绵体、尿道海绵体，啊，第三个再看一下它的功能，啊，功能。这个我们主要是指里边的这个尿道海绵体里边的尿道，啊，尿道，尿道它的功能主要是除了排尿还能排精，啊，这属于尿道的功能，啊，尿道功能，海绵体包括三个，啊，三个。第二个我们提一下阴囊，阴囊。阴囊大家也要了解它的位置和形态。现在阴囊的位置大家看这个图已经看出来了，在阴茎的后下方悬吊的这个皮肤囊袋我们叫做阴囊，啊，阴囊。重点是看形态，如果我们把阴茎啊向上提起，裸露出来的这个是阴囊。首先大家能看到阴囊前正中有一个纵形的皮纹，啊，叫阴囊缝，啊，阴囊缝。
下面我们把阴囊的前壁打开，打开以后啊，我们发现中间有一个格，将阴囊分为左右两个腔，啊，两个腔，腔里边有什么结构呢？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腔里边每侧都有一个睾丸和副睾，睾丸和副睾在左右腔内啊，左右腔内啊，所以这个比较简单，大家记住啊，阴囊分为左右两腔，容纳睾丸和副睾啊，副睾。第三个是我们要讲的重点，男性尿道。男性尿道啊，大约16到22厘米。男性尿道这里边呢，首先大家要知道，男性尿道的功能，方才我已经重复说了一下，排尿排精啊，两个功能。第二个是我们讲的重点，分布分为几部分啊。第三个大家要知道有几个弯曲。第四个要知道狭窄，狭窄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男性尿道它的分布啊，分布。先从这个图上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图，这个图怎么来的呢？是将前列腺、盆底肌肉以及尿道从这儿做一个冠状切面啊，冠状切面。那么尿道的前列腺部全都展现出来了，穿盆底肌肉这个膜部也展现出来了。为什么这块是一个盲端呢？大家看尿道到这儿是不是转弯向前了？所以这样一段的话，这个下壁就形成了这个转弯侧的盲端啊，盲端。从这个图上我们不难看出尿道的三部分，这一部分叫前列腺部，这一部分尿道叫做膜部，那么游离端的这部分实际很长，叫海绵体部。从另一个图我们再看一下这三部分怎么理解，腹前壁阴囊耻骨联合，后方有膀胱，下方前列腺，前列腺的下边有盆底的肌肉。我们看一下尿道怎么走呢？穿前列腺，穿盆底，然后进入阴茎，开口于尿道外口啊，尿道外口啊，所以它分为三部分，这个前列腺部大约3厘米，这个大约1.5厘米，前方的这个呢大约是12到17厘米。那么这三部分尿道啊，还有一个名词大家记住，前列腺部和膜部合在一起叫做后尿道，它叫后尿道。这部分海绵体部，这个叫前尿道，前尿道啊。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弯曲，从这个图上大家不难看出尿道有几个弯曲啊，穿膜部这块形成一个弯曲，然后在阴茎这部位又形成一个弯曲，这个弯曲叫耻骨下曲，这个弯曲叫耻骨前曲啊，两个弯曲，两个弯曲。那么在临床上导尿的时候，弯曲越少尿管越容易进入
啊，愿意进入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图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比如这是正常情况下的尿道的弯曲，我们看到的这是膀胱、前列腺。下面我们做一个动作，如果将阴茎啊提起，我们看一下哪一个弯曲消失了。这个耻骨前曲消失，变直了啊，变直。我们再做一个动作，如果用力向后下牵拉阴茎，啊，老师这个画的不够准确啊，是那个意思。这时候我们发现尿道尽是一条直线了，啊，尽是一条直线，是吧？所以尿道有两个弯曲，一个是可变的，一个是不变的，啊，一个是不变的。我们再看一下狭窄，尿道有三处狭窄，一个是起端，尿道内口是一个狭窄，穿膜部是一个狭窄，尿道外口是一个狭窄，啊，三个狭窄。我们可以从一个图上大家看一下，顺便把男性的泌尿系我们做一个总结。大家看上方老师画的这个的界限应该是膀胱，膀胱下方栗子形的前列腺，前列腺下方盆底肌肉。那我们看一下尿道，起端这块最窄，然后是前列腺部形成个膨大，膜部又最窄，再往下又扩大了，扩大到什么位置呢？尿道外口这块是最窄的，所以三处狭窄，三处狭窄。那我们添一下，这部位呢是相当于尿道海绵体，尿道海绵体啊。那么我们已经讲到了男性的生殖腺啊，在阴囊，阴囊里边有睾丸和副睾，左右各一。然后再看一下输精管道，输精管从副睾尾部在睾丸后上方上升，这侧也是上升到这个部位啊，有一个什么结构呢？腹股沟管，别忘了，经过腹股沟管进入盆腔，然后绕到膀胱底和精囊腺汇合，形成了射精管，啊，到尿道去了。这侧也是这样，形成射精管，啊，射精管。还有一个腺体，小的腺体，尿道球腺，在盆底肌肉，经过导管，开口于尿道，啊，开口于尿道。所以整个男性的这个生殖系的全貌啊，我们内容都讲过了啊，都讲过了。好，这节课呀我们介绍了男性生殖系统的后半部分啊，下次课我们要介绍女性生殖系。好，下次课再见。